我又爆红了吗？怎么会去把那个叶美琪以前的经典台词干嘛呢？全部把它剪辑，录集成一集哦，那个看的真的是很爆笑哎。亚斌，你哪是够讲一句违条外话，你就试看卖。干嘛呢？我就跟你讲，这两代人是我，不是你。干嘛呢？丽琪，医生跟我讲，你剩两个月会当活。用干妈内三个字就能诠释不同情绪。方曾淡出十年，改当水疗师。曾经因为拍戏作息不正常，罹患过帕金森氏症和重金属中毒，出现手抖、指甲断裂。如今已经痊愈，对，都 OK 了。现在指甲都很健康，而且呢，我还没有老花，好开心哦。52岁的他看起来气色不错，会不会回演艺圈？方曾说随缘。干妈内，三立新闻黄世成、光生玉，桃园报道。